就是一样地图要下雪而已啊。对啊，改个偷懒的。可以，我拔这个、啊，我拔它来用。嗯，这个其他我都不要了，我要五幺五零机。稍微卡一下，他是跟你讲说，他是跟你讲说，目前有现货、哦，请去那边下标。他是这样讲。嗯，是我刚按太快，所以我按成我这边的地址。所以我刚刚讲说，我要改那个付款方式。哦、你说继续你家、哦？继续我这边的全家。哦，哦，全家、哦。嗯。来呀！那你有跟他换到我这边的全家吗？哎、欸，这边有路。我在跟他，我跟他换，我刚才我有跟他说我要换。好，你说那个水牛处，水牛处那边全家。所以哦，追不取货在，你取货在全家取货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对对对。他是有，他是只能选全家，不能选 seven 嘛？我家这边有全家跟 seven， 可以啊，还有 seven 呢、啊。好，那你弄了吗？你先 AFK， 我先帮你清僵尸。你刚刚说，我已经跟他说我要改了。哦，好，他回我。好 ，OK。啊，他回你说，你再跟我讲一下，我办清僵尸。看他是要重新下单还是怎样？哎哎哎！欸、这个僵尸好像旋转跳跃，啊，闭着眼对不对？嗯，旋转跳跃，嗯哼哼哼，然后头撞到子弹，头撞到子弹，哼。我们想让你圣诞节都在上在干什么？上夜班对不对？哦，干你！啊！干你啊！前面怎么看啊？那东西，那东西。I'm so sorry。东西到底怎么看的？水勇哈。啊，所以有东西吗？有一个小香弹子弹。哇，你可以打我了。那LCD跟那个什么、啊、No More 一样啊。No More Run in Fucking Hell。Let's go。咔咔，小小卡一个子弹。那个不知道可不可以上去、欸？那个到底这上面，我觉得上面可能有隐藏东西、欸，这。可能不同路吧。嗯。还是可以站在头上上去。又是这把枪。是吧？那个白，那个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枪，步枪。哦，那把，嗯、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叫做顺便，日本二战时期的烂枪。啊！哈哈。Agree。清理门户了。You are so freaking ugly. 弹夹。Thank you 啊。让他回我，我看一下。好，交给我，我还行。我到你屏幕上面。Well, fuck me. I expected more.Seven 的话，应该是那个水牛处 Seven。我来看一下好了。反正就你家附近而已啊，怎么样用也不会用错。嗯。因为我家那边有北港路 Seven 跟那个水牛处 Seven。嗯哼，对，是
所以你家附近啊，没差。好 ，OK，OK。Okay, okay. 让我看一下，转账。啊，他那个转账的那个户头，等下给我，然后我等下再出去付钱。啊，我上班就付钱好了。他是收到钱就会立刻开始出货是？正常是这样啊。好。全家是不是？对，都可以，全家 seven 都可以。所以你给我的地址是你家的地址？对啊。那你看一下有没有麻鱼寮或是南新水牛处的那个地址？对，我家这一条算是麻鱼寮了，或是南新国小，你刚刚南新国小那边就是那边附近。对啊。那我就去全家。好 ，OK。线呢、啊？嗯，对。线到的是马太路。不是马太路、哦。我来找一下。全家。那就只有中山路二段跟祥和路三段。那我就选五路名店铺了。不是，我知道你在说哪里了。我找一下、哦。他只有莱尔富太保风铃店跟莱尔富太保前潭店，不是挑全家吗？对啊，是全家，还是要寄 seven， 这边应该比较多。好 ，seven， 你挑 seven， 取货付款，取还是你要等一下我看一下付款方式，那个什么水牛出门市 ，seven eleven 是水牛出门市。因为我记得转账比那个货到付款还要便宜啊！你货到付款好像运费比较贵，好像我记得会比较多。对啊，所以120，嘿，你帮我那个转账付款，就是我转账，他才寄货这样子，这样就不用运费那么多。水牛出门四十六，我家哟，太久没有那个了。哦，没关系啊，等一下再重来。我帮你子弹拿一拿。那我就三轮起步。哎、欸，对，身份取货，然后他应该会给你他的那个什么转账的那个户头，你再给我。感谢太保师。
错门市。这边对我最近都太早。我给你看，我传贴图给你看，你就知道是哪个地址。因为他选地址的话 ，7-Eleven 地址都会标示出来。那我跟你，你给我的那个，你的那个门市名称好了。好。对，牛厝。对啊，你们看到我传给你来，这一个。牛厝门市。如果没有的话，他应该就是写什么中山路一段门市。他这个地址就是中山路，可以找到中山路一段210吗？对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 seven 十字路口那个，大三角路口。对啊，就是快要到那个什么，以前我不是带你去吃那个有一个那个，那个时候你不是开车来这，我要去那个金矿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去吃那个泰国的那个。哦，嘿，那个铁，那个上面你看的是不是？对，猪排饭，看一下赖那个是不是？看一下 ，yes， 没错，就是那个。对。付款，那就是。你是邮局还是银行？银行对银行，我是银行的，银行转账。AT 应该是 ATM 转账啊 ，ATM 转账。我接受给你。好。OK， 看一下。户名谢宗仁 ，OK， 好。有些店家好一点，他会直接出货；有些店家要等你汇钱才出货。好，我今天订模型有一个还不错的，然后我刚下单下午还没有汇款，他就先帮我出了。你要看你的那个商家好不好？我看一下。等我一下、哦，我直接用我的那个 Richard Google 直接转好了。我看看我这里面还有多少钱。啊、出门缴个钱也不会很久、啊。好、啊，不然我看一下，我顺便出门缴个钱好了。你要不要等我？嗯，我来重开。我来重开好了。嗯。